腰间能跑430，上高速就能跑170公里吧，充满电之后。这我刚买的，买完之后我想上高速试试，结果170公里的实测让我很头疼啊，看着电往下掉。在高速充电，充100块钱电，也就能跑170公里，每公里合5毛多，这比油车还贵呢。这充满电170-180公里的这个里程让我很焦虑啊！我这一个人单车去海南，这才走了500公里，充好几次电了。